刚说表现白海的画了好多张不同的角度去画的。白海的这个塔就和刚才前面那个白塔意思差不多。北京呢，北京城里有三个海，实际上是有三个大的湖。这叫北海。现在这个南边有中南海，就是中国政府、中央人民政府它所居住的地儿。北海后边还有一个叫什刹海。好多可能有同学到北京旅游，什刹海那个周边，一说什刹海的酒吧，特别有意思。前面是海，就坐在那个北京四合院里边，喝着咖啡，喝着那个红酒，哎，看着那个海里边，有一些渔船，其实挺有意思的。就是北方的一些，又像南方那种生活那种情调。其实我在景山旁边呢，它的东边是景山。它的西边就是这个北海，从东边往西看，因为好多有个省略了，这个北京城，再往西就是西山了，它是这样。